欢迎收看我不磕拿铁频道，今天要聚焦手 FIFA， 我要活下去。好的，今天要来介绍的是新的男角祖达，他在角色转蛋的部分你可以转到这个角色哦。然后再来就是新的涂装枪闪耀黑桃，闪耀黑桃的部分呢，它是一把 MP40 的涂装枪，因为也像是电吉他啊。今天也会为你们测一下它这个涂装好不好用，它的话是用幸运转盘去转。转到三张图纸，就是皇家童话送的图纸加七个进化石的话呢，就可以直接换这个永久的涂装枪。先给大家看一下角色主打部分啊，然后这边我把技能槽打开，可是等一下不会用啊。他的技能是特技突袭，使用冲锋枪、散弹枪击杀敌人恢复25点的 HP， 冷却时间是5秒，所以他是主要在拼完枪的时候呢，直接做补血的一个技能。好，可以看到档案的话呢，等级一是补25点 HP， 等级二是补28点的 HP。然后等级3是31点，等级4是34点，等级5话是37点，等级6话是40点 HP， 冷却时都是5秒啊。所以说这对于如果你刚拼完枪怕被人家剪头的时候呢，他可以做补血的话，如果你是杀了两个，那你就可以直接补双倍的那个 HP， 只是说他冷却只在5秒左右。好，今天的部分呢，我就不把他的技能先升起来，我直接就试测一下这个好不好用。然后服装的部分也是可以透过这一次的角色转蛋去转到。再來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新的涂装枪，因为这把枪很多玩家叫我抽啊，然后花点时间终于抽到了。他这把的话呢，闪耀黑桃，伤害是增加2个，射速增加1个，射程是降低的。如果跟我们的机甲冲锋比的话呢，差别在射程跟他的装填速度啊。像机甲冲锋缺点就是装填速度比较慢，你在打完一轮的时候，你换弹药有可能会就被敌人收掉了。然后这把枪的话就没有换弹的问题，可是他射程是降低的，所以相较你要打一些敌人，如果敌人拉比较远的话，你可能他射程降低，攻击会降低。好，这一场的话呢，我就用分身创一个电脑厂来直接实测比较快，来看他的伤害跟数据。好，之后实测的话，应该都会开电脑厂测啊，因为这样杀的敌人比较多的话呢，比较知道说这把枪它的伤害到底落在哪里，跟角色技能好不好用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呢直接到百慕达来测一下吧。好，这场应该是不会遇到任何活人啊，因为毕竟我创一个分身来开一个电脑厂。这样人数差比较多，也可以比较知道他的伤害值。然后主打这角色，看大家自己觉得帅不帅啊？他其实就是有点像是一个，怎么讲？像是那种跑酷的玩家会穿的，就是风格跟长相啊。我建议大家如果想要有时候想要实测一些枪之类的，你也是可以开电脑场啊，这样测其实蛮准的。因为有时候你打其他玩家，你不一定说你一场可以遇到很多玩家，你就没办法杀得很爽。等一下试一下，我会损一点血，然后杀了敌人后他补血是怎么样的状态。OK， 我们先捡点东西吧。OK， 我现在拿到的就是这一把闪耀黑桃，闪烁着黄金色的那个涂装，长这样子。只是这把枪好像有点明显，远距离应该是蛮容易被发现的，因为它这个枪有点太亮了。好，杀敌人了，我先损点血。先让他打一个小黑来打我。他电脑的话呢，就是一定要一定的距离他才会打你啊，如果你太近他就只会跑。还不打我，我先打他一下。哇，秒倒。他们通常电脑比较不会去做拿减防装之类的。 OK， 血直接补满了。所以这就是在拼枪之后啦，拼枪之后还蛮实用的。可是就是变成说你要取舍的技能，如果说今天FIFA 现在可以装四个角色技能，你四个要怎么装怎么配啊？我个人的话呢，应该现在就会配那个帕洛玛的技能，然后再来就是罗拉的技能，再来就是阿罗克之类的。因为其实这个技能跟阿罗克呢，你们可能要择一啊，因为阿罗克的话呢是一分钟左右可以补一次血嘛，可是现在这个角色的技能的话呢，它
它就是要击杀敌人才有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今天没有击杀敌人的状况下，是不会有补血的状态。所以说，阿罗克的话，通常我们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补血，算是蛮实用的，就是让大家去区隔啊。好，这个敌人，我先损点血。他们这个电脑真的是打得非常不准啊！那打个几下吧，是打不到，子弹是自动的躲，有一个防护罩啊，然后自动闪开、欸。多打几滴啊，多打几滴啊，看会打到他没子弹，他没子弹，刚刚开始跑了，哇，真的是非常不准啊。OK OK， 损到164滴了。因为我刚刚讲说技能一的话是恢复25点嘛，好，我这换散弹枪吧。散弹枪的话，现在这是 N1887 算是比较好用啊。好像打倒的话，没有打死的话是不会补血的，所以你们看哦，打死后直接回复25滴的那个 HP。我们试一下那个用苍蝇巴打滴会不会回血，应该是不会啊。好，这一个，对，没有回血嘛，所以说它现在是限定就是冲锋枪跟散弹枪，没错。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阿洛克的技能，因为毕竟阿洛克的话呢，它可以让你随时可以自己决定补血时间啊，这样我是觉得比较好控制。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杀完敌人，或者是你杀敌之前，你都会先开阿洛克技能，因为你的血量可以一边被人家打的时候可以一边补血。好，我们现在试一下那个 NP40的损伤，就是闪耀黑桃的损伤。如果现在距离这么远的话，打到敌人吗？七滴，好，再远一点。OK， 倒。所以说你们可以看到啊，它这个图纸的话有加。要降低射程，所以说越远的话，其实伤害会变低啦。可是换弹速度的话，就会维持原本 MP4 应该有的换弹速度，就不会说因为你拼枪忽然间跟对方同一把，可能都机甲冲锋，然后都没子弹了，看谁手速快，或者是谁快哦，剩下几发子弹。所以说有时候拼在差在换弹速啊，因为 MP4 毕竟它的子弹数还是比较少。好，我们现在试一下远一点的距离，用 MP4 打会不会很痛？这边现在很多敌人，像他这个射速还是有增加啊，所以说还是蛮迷人。好，这个距离就是打不到的，我们再近一点，七滴五滴。换弹速的话，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啊，因为机甲冲锋好用，缺点就是换弹速度慢。可是这把的话就是射程的部分啊，我们拉近一点距离，17、18。我们是叫台枪爆头，18滴左右，最高伤害差不多18滴，爆头伤害92。其实我觉得是蛮好用的啦，因为毕竟它换弹速度快，你忽然间杀一个敌人，又遇到另外敌人的时候呢，可以马上做回击，不用说忽然间没弹药还在装弹药，5滴、7滴。因为现在大家其实都习惯抬枪爆头啊，可有时候不一定抬得到，就要看哪一个人有抬到。所以说这把如果你们跟机甲冲锋比的话，就差在射程跟换弹速度啊，因为它射程比较降一格的关系，所以你要稍微拉近一点。如果遇到N1887可能会蛮危险的、啊，因为可能就要比说看谁比较准了。他的远程打到最低伤害大概是5滴，大概是5滴左右。所以说我们 NPC 你基本上也不会拿来打远啊，可能是有时候你刚好拿错枪，你以为你是拿步枪才会进行这样的扫射，所以通常还是会近距离，我们会拿冲锋枪或散弹枪啊，远距离的话呢会拿步枪或是狙击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呢，基本上，如果说你杀敌人杀得很快啊，都不用吃到补血，血就会自动满了。用冲锋枪的状况，它的那个冷却值只有5秒，所以说如果你是杀人狂的话呢，这个主打的技能算是蛮实用的啊。然后在阿洛克的话呢，就是大概1分钟可以补一次啊，不过它补的血量也算蛮多的。好，我先过去损一些血，马上补血，不错。然后5秒，其实5秒很快啦，一下过去了。
哇，我觉得这个闪耀黑道不错用啊，因为换弹术回到原本 MP4 应该有的水准啊。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主达跟阿洛克的分别啊，阿洛克的部分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大概一分钟补可以补一次血嘛。然后他的话是创建一个5米的光环，是移动速度的话会提升 10%， 5秒内会每秒恢复5 HP， 所以说的话呢也是25滴，在他的等级1的技能下，两个一样都是回25滴，一个就变成说你一个是选择性的补血，一个是杀人后补血，就刚好是给大家参考啦，你是喜欢哪一个。阿洛克的缺点是呢，你今天没有办法用其他角色的时候装阿洛克的技能，你只有阿洛克可以装其他人的技能，所以说阿洛克可以装主达的技能。如果你今天想要成为一个吸血鬼狂魔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把主达跟阿洛克结合在一起，你就会整场一直在回血，补包甚至可能不用捡到这么多，就是可以一边杀人回血加自己补血。所以说如果今天阿洛克加主达应该是非常可怕，就是变成一个吸血鬼组合，然后再加涂装枪的话呢，相信你杀敌会更可怕。现在我看到这个啊，闪耀黑桃的换弹速度啊，好久没有发现说 MP4 其实换弹蛮快的。现在有这个新的选择，只是说抽的话呢，你们要花点运气去抽啊，毕竟要抽7个进化石跟3张图纸。好啦，现在这个打的数值就给大家参考了。爆头伤害的话呢，54到90几啊。我这再拉高一点，我们当一个最近的距离吧，看他伤到最后还到多少。不要一跑。72。刚刚看到打最高应该是到90几啊。单发的爆头伤害。可是 NPC 通常我们都会抬枪嘛，你会先打到身体再打到头。所以伤害只要超过200基本上会直接死掉啊。就没有机会再跑了。好，剩下最后一个。哦，最后一个打得比较痛哦。OK， 好的，这就是新角色男角主达，是用角色转蛋去转到的。然后后面的话也会开放购买啊。然后如果你现在用转蛋的话，你可以提前使用这个角色。好的，最后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主达跟阿洛克的技能的部分。好，现在这是主达嘛，然后我换成阿洛克给你们看一下。好，阿洛克的话呢，他的角色技能一的话呢，就我刚刚讲的，他是移动速度提高 10%， 并在5秒内每秒恢复5 HP， 效果无法叠加角色的专属技能。所以说呢，如果你今天要成为吸血鬼的话呢，你可以把这两个加在一起，因为这两个技能算是目前比较新的技能跟比较实用的技能啊。其他角色当然也有类似的补血技能或者是宠物有，可是我是说的是今天主要针对的是角色啊。像如果你今天是用阿洛克好了。你用阿洛克以后呢，你这些技能可以去装刚刚我说的主达。当你拿到主达以后呢，你就可以用特技突击。这样的话，你就是一边杀敌补血以后，又可以自己补血，血量基本上补包很省啊。因为补包有的时候在决胜关键，你可能没有补包，你残血装要跟满血敌人打，一定会比较吃亏。那你就可以去看你要不要这样组合。好，现在涂装枪的部分呢，就叫闪耀黑桃。闪耀黑桃的话，我刚刚实测过后，我个人觉得会比机甲冲锋来的实用的地方是在装填速度上，因为我们常常在平枪的时候，冲锋枪的缺点就是呢，它的子弹数太少，所以说射速快，你在一瞬间打完的时候，或者是你前几发没撞到敌人，你做子弹没有的时候，你换弹药就是关键。包括M1887可能两发可以收到一个敌人，你今天如果遇到散弹枪对 MP40 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一个问题是看谁换弹快，赶快换出来以后呢，赶快最后击杀敌人。所以说在没有在射程差不多的状况下呢，那闪耀黑桃有比较高的优势就在换弹上面啦。然后当然如果说你喜欢的是射程有提升的话呢，那就可以选择机甲冲锋，因为它可以稍微拉比 MP40 一般 MP40 还远一点点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它两个差别就是射速这个还有提升，这把其实机甲冲锋是没有增加射速的，它是增加伤害跟射程。所以说呢，现在这个闪耀黑桃换是一把新的很可怕的 MP40， 因为毕竟伤害射速又更快了，那就会很恐怖。好的，今天主要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呢，主达跟闪耀黑桃 MP40 的部分啊。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想法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你会想要怎么角色怎么搭配呢？然后后面涂装枪的话呢，我会再拍其他影片来实测，可能就是打正常场来看看到底怎么样会比较好用。好的，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大家喜欢哪铁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按喜欢，持续订阅，打开通知铃铛，后面会继续到 FIFA 的攻略情报，也记得订阅主频道、副频道跟玩具频道，连结到影片下方。也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游戏见哦，拜拜。